也是你们学长吧，萧玉红，鼓手。然后那个我们的贝斯手是软件学院的阿龙。你们真的非常热情。然后我们的吉他手那个凌云，就是那个祝凌云的那个凌云。还有一个电子系跟我一样大四的我们吉他手金铭，然后最后要介绍的是我们的 keyboard 手蒋林，我记性不太好，蒋林那个他是国关的。接下来我要带来两首叫 rock 的歌曲，希望大家如果愿意的话，你们可以站在一起跟我一起 rock， 为之后的表演热场，好不好？如果喜欢的朋友，大家都站起来，谢谢。接下来是 Bridge Breakfast， Just Tonight， 就是今晚。
圆满成功，谢谢大家。